今天继续盘点最近收的料子啊。虽说现在的情况是狼多肉少，但是我们在这边的时间比较长了，认识的马仔也多，还是会经常送来一些合适的料子。来看看这是什么料，哦，雪花棉。这个雪花棉性价比好高啊，前天1100万冥币封的，但愿能把它拿下。老米他们又拿牌子料画手镯了，这料子种水好，底妆干净。这么小一片，我已经给他2000万冥币了。他画的圈口是47的贵妃，5000万下，喵。这块大麦看长口的水是收的好啊，皮壳已经发黑化冰，多处有脱沙表现。最难得的是这料子裂纹很少，取货容易，就看里面化开的程度。这块大冰块说多的都是泪啊，上次遇到他才开了一个面，现在皮壳去的差不多了，大涨。哎，据说隔壁邻居已经给到2.5亿了。这墨翠品质高啊，傻儿子送来的。2000万，啊，表毛2000万，小丽2000万，已经加到3000万冥币了。这品质，这镜面效果没话说，成交了50万冥币。这料子算是捡漏了，隔音角长口的老油青，这种料子肉质特别细腻，很像蓝水，有蓝水料子的胶感，结晶颗粒很紧凑，在自然光下有镜面效果。800万冥币成交了，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个啥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前天封的1米长的金丝绿啊，拍不出效果来，实物更漂亮。又成交了一个300万冥币的，这老米一脸不情愿的样子。好料子还有很多，下去继续介绍吧。